这次的活动，那也很欢迎大家，还有从各地来的，像张嘉云全国录影传播联谊会的会长跟各位会员跟创会会长能够来一起参加。那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产品发表会。那硕方科技呢，成立至今已经有20年的这个历史。那硕方科技呢，一直以来在台湾，我们就是希望提供给我们广播、传播还有电视媒体直播产业一些好的软硬体设备跟软硬体的这些相关的服务。那 AJA 的产品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对象之一，因为 AJA 有一系列的产品呢，包括像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电视台也有很多制作公司或者是媒体的这种直播单位已经有采用，那 AJA 的产品系列也很广，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跟这些的好产品大家做强强的联手，大家合作把产品服务一起做好，然后也给大家更好的这些产品的这个品质，然后也提供更好的这些 solution 跟方案给大家。那欢迎大家今天的参加，希望大家能够等一下能够在这个说明的过程里面呢，可以看一下这些设备相关的功能。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就是邀请到AJA 的团队，包括着AJA 的亚太区总经理 Robert 先生来跟大家主持这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AJA 的 Joe 总工程师来跟大家进行这一次有关 4K UHD HDR 这一系列的这个技术上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呢的那个相关的应该说课程内容跟这相关的介绍内容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然后我们就欢迎 AJA 的团队来进行跟大家见面。好，谢谢 Tony。 那我们现在热烈的欢迎 AJA 亚太区总经理 Robert。 Thank you, Tony. I'm Robert Stacey. I'm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Asia Pacific for AJA Video Systems.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Tony and Voxel and the team for putting together this event. We hope that it will be informative and helpful to you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HDR. 你好，我叫 Robert Stacey， 是AJA 亚太地区的总经理。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看到大家不空前来，然后我们也很谢谢王总，然后以及他的团队，把这一切东西都实现到我们面前，然后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探讨 HDR。So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AJA, we've been around for about 25 years, and we've always tried to take a leadership position in new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ince we started. And so HDR is one of the areas where we're very committed to being a thought leader. 如果你还不认识 AJA 的话，其实 AJA 现在已经有将近25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 AJA 一直在这个AV 啊，然后一直在这个广播的行业里面，一直都不断的成为这个 leader， 这个领手的部分。然后呢，尤其是在于 HDR 的这个部分，我们更专注于去做这个部分的技术。
So,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material to cover today, and you're not really here to hear me talk, you're really here to hear Joe, who's our expert in HDR. So I'm going to turn this over to Joe Hu, and he'll carry on the rest of the presentation.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today, and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time.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Joe。OK，谢谢大家，我的名字叫Joe，我是亚太区的工程师。 今天非常谢谢，非常高兴大家抽空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HDR 开始慢慢迈向 4K HDR， 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技术标准，我们大家都要一一了解。所以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 HDR 现况，至少呢，大家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共识方面。达到共识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遇到什么挑战，然后如何一一的推出解决方案，来让为大家。 提供更简单、更直接、更直觉性的解决方法。第一，我要说的是什么是 HDR 视讯？其实很简单，任何使用 PQ 或者 HLG 曲线的来摄取、传输或显示的视讯信号的文件呢，只要是大于 gamma 或者是 BT 1862.4 gamma， 大于100到120米的参考范围的视讯呢，都算是 HDR 视讯。 接下来当然会有很多其他的标准，所以只要超过这个呢，就算是 HDR 视讯了。为什么要开发 HDR 呢？我们现在不是做这很好的视讯吗？好好的，为什么要突然间要做个新的视讯出来呢？如果大家深入去看历史的话，大家会发觉，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呢，一些标准啊、限制啊。 通常都是限制在 1930年代，那些公司映射的决定还是受空间的枷锁在里面。所以那时候呢，像是那时候英国公司就发，就提供了CRT电视，就是那个应急射线的。那射线嵌到纳米图上之后呢，就通过化学反应就呈现颜色出来，那就达到大概120米特。虽然那个射线可以超过100米特，慢慢的就更高收了。 但是就发觉，当它超过100的时候呢，那个颜色的显示呢就开始不正确、不够标准、不够准确了。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停留在这个 CRT 2.4 gamma 的一个时段呢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大概2000的时候呢，就新的技术，比如液晶体或者 OLED 之下呢，就发觉我们可以有更亮度的视频。 然后其实那个颜色也会不错了，就在2003年的时候呢，杜比就开始演示了，就我们就算了，不要放下以前的枷锁，然后再向前发展，怎么可以好好利用现有技术，好好呈现那个 HDR？ 他们开发原来就是我们叫一般的工程师或者是普通人都好，进很暗的地方，他们就研发这个 bottom ramp。 哇，那线是不是还是一个曲线，只要是个小曲线在这边的？所以那曲线呢，就是他们以最微觉得、最微小的调，把暗度调到亮度；最微小的调，当人眼看到分别的时候呢，还要做一个曲线，做个点，然后再调这曲线，做了一个曲线出来。所以那个叫 bottom ramp， 那人眼最少可觉察。如果要完全避免人眼可觉察呢？ 如果是用现有的10B gamma 是不够的，它是在那曲线上面的，是看不到的。如果完全避免呢，你需要用15B 的 gamma 才可以完完全重新呈现那个颜色的色彩。但是呢，大家知道15B 的 gamma 是多么大的带宽吗？那不大可能实现，10B 都已经一无所有了，15B 就是4.9的比特，很夸张，很夸张。再加上呢，在 亮度更暗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眼的对颜色的那反应呢，对那个敏感度也已经下降了，所以就算我们把握这么多视讯呢，我们人眼看不出分别了，所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开始就做了，用最简单方法，用现有的技术方面呢，用不同的曲线来呈现那个亮度，就达到更好的效果。然后呢，就从最开始呢，就定义两个曲线，一个就是 PQ， 一个是 HLG。 慢慢拍照，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分别在什么地方哦。这个传统的2.4的 gamma， 从暗度到亮度
那 perception quantum PQ 呢 ？perception quantum 呢？是从更暗到更亮的期间，那就是 HLG 的期间。大家先看一个简单分别哦。那我再深入介绍一下。第一，我们说的那 PQ 呢 ？PQ 其实这是什么呢 ？PQ 其实是 perception quantum 的缩写，是杜比开发的最佳数学体现。它的开发的那个特点呢，就是它一个数字值都不要浪费，每一个比特、每个零、每个一都不要浪费的。只要你调有一个天价，那个视频就亮一点，人也看得分辨。但是微小掉，如果你把重叠起来的话，你是看不到那个层次在里面的。哦，这个是都比要开发的，它那个它的油种呢。所以看到这边显示的那曲线，显示在这边。你看这个线，这个有个线的，现在这个显示。可以把这个调暗点吗？这个再调暗点吗？这不是在投影机，有个线看不到了。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线的，你在做人影影像，这个最小的线在这边，所以要低于这个线，才是完全避免人眼最小可觉察。所以杜比的发觉呢？算了吧，算了。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曲线的，在这边，所以完全避免这个人眼可觉察，才能在下面呢，才能完全避免人眼最可觉察。大家看到，要完全避免人眼最可觉察呢，要12比特的 PQ， 要10000米特的那个标准呢，才能完全避免。10比特的 PQ 呢，跟这曲线是一样的曲线，但是呢，还是稍微在那个曲线上面的，所以呢。它有它的限度在那边，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比较那些云层方面呢，比较很大的那个颜色变化，从很蓝到很白的地方呢，有时呢看得在贯穿方面，那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事情而已。所以，但是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比本来的 SDR 好很多了。然后呢，在 PQ 是在新 T2080 定义的，所以你们看到，如果是 ST2080 呢，其实只在 PQ， 特别地方呢，它的 PQ 的曲线呢，它亮度值是绝对性的。当你做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输出的亮度是500比特，就是500比特，无论你的 monitor 是有多亮呢，都是500比特而已。如果你的 monitor 不到500比特呢，它就显示不出它的亮度出来。所以亮度值是绝对性的。当你的那个显示器的亮度越高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显示更高的那些 highlight 出来。这是 PQ 特别哦，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不能直接兼容 SDR 时序，所以你要做 PQ 的话，去 PQ 完完全全去避免那个影像的下挫。这个是杜比开发的，杜比当然是要针对电影院来做的开发的一种技术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如果要传输 PQ 资讯呢，你还需要中继资料的，去看这 HDR10 就静态中继资料的。这个在 CP2080就开始定义了。最早期在电视看到那些 HDR 电视呢，如果没有标其他什么地方，没有 HLG 或者 PQ 什么，都是在指 HDR10， 它需要那个中继资料的。然后他们又发觉中继资料静态是不够的，然后还会有动态的中继资料，会根据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帧、每一个画格都会有不一样的。他们拿最亮度地方平均亮度做出来，然后用那些中继资料来重新呈现那个 HDR 数据，这是 PQ 最特别的地方。但是也发觉有些厂商呢，他其实不理解中继资料，他拿到那个资讯呢，他自己分析那个中继资料亮度，分析那个视线亮度多少，然后直接用自己的计算方法把它重新呈现在那个 HDR 的电视上面。所以这个还不稳定，在项目发展就看到有这不同不一样的那些HDR-PQ 的那些标准在那边，所以我们有中继资料叫 PQ 10，静态中继资料是 HDR10，有动态中继资料呢，就 HDR10 Plus， 甚至是其他的厂商都开始慢慢会有其他的标准在那边。然后我相信 HLG 才是对大家会看着比较可以容易联想起来的东西。HLG 呢，就是 D
BBC 和 NHK 联手开发的大江浪之电视台，他们开发的那个最后中最由衷呢，也是当然就是特别针对电视台开发的一种视讯来的。HLG 什么呢 ？HLG 就是指 Hybrid Log Gamma， 就是 Log 和 Gamma 的混合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2.4 的 Gamma， 这个是 HLG。50%呢，开始的时候呢，是跟传统的 2.4 Gamma 是一模一样的。当50%之后呢，它就用了 Log 的方式来呈现那个曲线，那个视讯。所以呢，这个就保留了稍微的相互的兼容性。就算把 HLG 放在一个 HDR 的电视上面呢，看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就不会这样子，这个不会被蒙的骗，完全不觉得曲线是这样子。如果把 HLG 放在 HDR 那个电视上面，看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 HLG 基本特点。跟 PQ 不一样的地方呢， HLG 跟 PQ 的那个亮度是绝对性的，当你的这个是暗度，这是亮度，你的显示器的亮度越高，你的视讯就可以显示更高的亮度。然后 HLG 呢，那个幅度是绝对性的，当你那个 HDR monitor 的亮度是越高呢，你整个是浮上去的，让你在更暗的环境下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也相互兼容性，去保留了一定的相互兼容性。刚才我们说的都是 HDR 方面是怎样去用曲线把那个视讯的亮度重新呈现出来，那这是指亮度而已。因为有特别高的亮度幅度了，我们也更有可能产生到更多的颜色了。我们就709的格式，这个眼类型的这个形状呢，是我们人眼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所有的那些颜色，然后709的保留在只保留这么多而已。然后新的呢，很快就有2020的那个设计在那边。那除了这两个呢，有一点要值得给大家提的话，2020设计呢，目前是没有显示器能够100%呈现2020设计的，因为它这个技术是用镭射做出来的，所以就算这个X300的话，只能75%多的2020设计的呈现出来的覆盖范围。然后709、2020呢，分别大概是6倍的容量之多，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整个是容量来的。大家看到，那个楼越高，就是那亮度幅度越高；那个容量越大，就是那个色域越大。那除了这两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P3 的色域，是2020和709之间的一个 P3 色域。P3 呢是用在美国电影工业中最常见的一个色域来的。大家先记一下这个 P3，等下我就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要说这一点了。到现在发展呢，我们看到很多特斯拉视讯的格式资源，国际电视品牌你看到很多这些品牌都是包括在 HDR10 里面，那很多开始做 HLG 了。像支持 HDR10 还是 HLG 呢，这是非常小问题而已，因为那个硬体技术在里面呢，它支不支持那曲线呢，相信只要添加一个物件或者是人体，很快放心就可以支持到，非常小的问题而已。而除了电视品牌呢，我们也看到电视台方面呢是特别专注在 HLG 的，大家看得很明显，从 CCTV 和广东电视台呢 BBC 全部 HK 全部是在用 HLG 这个曲线来做他们的 HDR 的那些节目。除了这些呢，还有编码器供应商呢也全部是支持 HLG，甚至是那个晶片制造商呢都是支持 HLG。 所以大家知道就可以看到慢慢向前发展，那个 HDR 技术已经慢慢开始成熟了。还有一点就是索尼、 Panasonic、 Canon、 Arri、 Log、 Red 呢，他们各自有自己的那 Log 格式。 Log 格式呢就是刚才有提到那个曲上面它是平的，给那个 Gamma 是斜下来，对不对？然后那个人脸可见差是一个幅度的，然后那个 log 呢是平的，它先要把暗部的提升出来，把亮的拉下来，就不要你把那视频爆了，或者是太黑了，那尽量保持所以你 CCD 里面收下的资讯，用自己 log 格式收下来，所以大家知道特别有个别自己的曲线在里面。所以中国这些刚才说的那些基本资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事实就是422
十比特的已经可以足够制造非常好的 HDR 视讯了。当然如果你能够做 4K HDR 最好，但是呢也就是说就算你只是做 HD 高清，只要是12比特呢的效果， HDR 效果呢会比 4K HDR 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当然如果大家有那个budget 可以做 4K HDR 当然最好，但是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好好想一下，只要是做 HD 现有的那些线缆、现有的带宽、现有的工作方式，只要是 3G HDR 呢就可以制造到很好的 HDR 持续的。再加上呢所有的主流摄像机 log 式呢能够保留比 HDR 更多的动态范围，所以如果你是有现在手上是有索尼啊松下摄像机是给输出 Vlog 或输出 SL3 的话，如果不好好利用这 SL3 的 Vlog 就未免有点浪费了、哦、如果能输出那些 Vlog SL3 那些，你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些再重新好好制作你的那个，把你现有的那个 HDR 制作从 SDR upgrade 到 HDR 了、哦、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刚刚说过了，目前市面上显示器的技术呢还不能百分百实现的 BT2020 摄影，也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摄影的技术呢是用镭射用激光计算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 OLED 或者是液晶体而已，只有镭射技术的那显示器或者是投影机呢才能百分百呈现那个2020摄影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虽然大家很多对 HDR 有点疑惑，太东西不知道，很太东西要认识要了解了，其实这个 UHDR 是国际的大趋势，你喜欢不喜欢都好，大家都向这个方向走了。但我们现在给你介绍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复杂，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把不一样的格式把你的工作流程简化，用什么产品用什么方法把你们的那个流程从 SDR upgrade 到 HDR。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 HDR 如何面对的挑战、哦、第一点呢就是当然可以知道如何处理多样的视讯曲线摄影和那些格式呢，以前最简单的只有 SDR709， 你把那个标清和高清也就这两回事，非常简单，你把 SDR 那个线插进那个 monitor 或者是那个解锁转接器立刻就可以看得到是什么了。但是既然现在有这么多又有 log 格式又有2020又有709这么多格式，这样怎么处理呢，我们就推出了 FSHDR， 可以好好利用 FSHDR 呢 FSHDR 呢把所有任何视讯呢都转到同一的曲线色域及格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影格同步起来的单路能达 4K 的影格同步或者四路高清的影格同步，再加上呢 HDR 和广穗的转换，那转档式呢是用 color frame 的技术来做的，然后硬体呢是 AJ 提供的，是我们两大公司好好合作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产品，这是包有 五年保护和及进阶光服务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前面这边，大家待会可以好好上前来看清楚一点、哦、我也会为大家慢慢显示一下里面的操作。虽然这么多复杂的视讯，只要你知道简单的操作很快很容易的，我去给大宝大家给我30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我就可以跟大家说怎么操作这个器材，怎么把任何其他不一样的 HDR 视讯都好好的建立起来，把那个流程建立起来了。这是它背部的那个接口，大家看到有四个 3G HDR 的输出，这边有那个光纤 IO，6G、12G 的 SDI 也好 BNC 也好都可以作为，现在我们就接上了一个 BNC 12G 接口在后面，然后这边还有参考视讯的环路，同时间还有 3G SDI HDMI 监控输出，所以就算你 4K 输出呢同时间这边还下转到高清输出的，这边还有 MIDI 就是数字音频，只要跟 BNC 线接打就是四路的音频的传输，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以用 ASCPU 这个做加值性东西，还有容易电源，非常非常丰富的接口。我们很多其他地方的那些 OBLED 的转播车去买了多辆很多很多台 FSHDR，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它那个非常方便非常丰富的转接口在里面。
所以只要他留言在 SCR 呢，你就把任何不愿的私讯呢，完全全部统一的转到同一个的曲线是一定合适的，那就方便很多。只要你知道你现在你要做四个校区的话，你就把任何不一样的私讯源都转到去四个校区。记住这个，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的录像机，我们的 recorder player， 它现在播出的是 4K， 大家可以看得到是 4K 算是真的2597的，但是呢，它这个视讯呢是以 red log 来呈现的，所以把 red log 放在这边上看呢，就看到是不正确的。同时间呢，那个 SDI 我们经过我们的12GM 转到 12G， 接到我们的这个矩阵 12G 的矩阵，再接到我们的 FSSDR 直接 12G 进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 FSSDR。 如果你看到 state 方面的话，大家看到一个UHD 2997进来，然后上转到 4K 5994，同时间呢把那个色域曲线、色域还有那个光亮度的曲线从 red log 及时转到去 SLG 4K， 然后这个就是输出效果，大家看到吧。同时间我们也把另外的 12G 从矩阵传到去我们的这个 HI52G， 接到这个电视上面，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并不是把那个视讯优化变成这样子，只是那个是不正确的接法，它用错的曲线来呈现这个视讯，所以看起来是错的。但你经过转换之后呢，好好变成 HLG 或者 PQ， 就算是现有市场上的 HDR 电视呢，都可以支持 HDR PQ 了。大家也看到，如果你看下去那个曲线的话，这边已经显示了一个 HDR， 它已经显示到那个是 HDR 曲线来的。你看，看就是你在进去里面看的话，进阶设定这个曲线就是 HLG 的，看到吗？这边嘛，就是 HLG 的，所以就是正确的。所以非常简单，如果你有 red log、 v log、 s log 3什么型，立刻就可以经过 FSSDR 转到去 PQ 或 SLG 来做到及时的监看，甚至是来录制或者是切换都行。比如说现在要把这个 Keyboard Plus， 我有一个 s log 3的 s log 3的视频是立刻播放出来，也是 4K 5994的 UHD 5994，然后通过 FSSDR， 说现在是不对咯，因为我还没跟他说我输入是 SLG， 输入是 SL3， 所以看起来是不对。所以只要自己演示里面跟他说我输入源是 SL3 2020色域的，立刻就感到对的效果了，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无论是 SL3， 大家看得到在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你的输入源无论是 SDR、PQ、SL3、RELOX、Panasonic、VLOX 都可以作为你的输入的曲线和色域。然后输出方面呢，也根据你的所求而选转去 SDR 或者 PQ 或者 SLG， 甚至Sony SL3 或者 RELOX， 看你的那当时那个流程。当然，除了这个 4K SL3 转去 4K HDR 呢，同时间是如果你的视频，当然你要开始制作 4K HDR 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 4K HLG 4K 的源或者是 HDR 源，对吧？你当然还有很多本来是高清709的，就算是 4K， 但是或许也是709的，你也可以好好利用这个 SSDR 把那个源从就是高清上转到 4K HLG 立刻转都行。同样的，我可以再为大家显示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个现在是这个是高清的，只有 1080i 5994的，大家看得到它输入是 1080i 5994，立刻上传到 UHD 5994了。
当然也是要改变下，跟他说我虽然是基督徒了，现在呢立刻就看得到，从本来高清7090/1080i 的，那个就直接播放的1080i 优势的，立刻上等到 4K HLG 了。这个只是普通电视的演示而已，如果真是效果，我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把这个优化基本上放在这边，只是一个很正确的从一个标准转换到另外一个标准而已。两个的相看呢，看起来的效果，看起来感觉是一样的，才是正确、最正确、最完整的转换方式，对吧？现在只是为尽快的为大家轻松演示一下，但我们还有很有点时间来为大家交流一下，什么问题啊？我可以立刻再演示一个，多试给大家看看。当然，同样的道理呢，其他远程 HDHDR 视频或者 4K HDR 回放什么好，任何格式都行，你全部都给先统一转换到 4K HDR， 那就非常非常简单操作了啊、当然，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只是利用，你只是做 HDR 的话，你同时一台就可以同时处理四路视讯了。然后这四路的输入呢、输出呢，还是可以任选的。四路输入可以是 SDR、SL3、PQ、Vlog， 输出是 SL3 也是 PQ、HLG 都行，只要是输出高清，输出高清呢，同时四路转换就做到了。当然，还有就是，你也可以把高清7090的让它高清上传到 4K HDR， 就刚才我也是，就这个也是这样，哦，所以大家看得到，那亮的地方吗？更亮了，那暗的更暗了，把本来看不到那些暗部的细节呢，都开始呈现出来了。然后这转换方法呢，在 FSCR 里面就有四种引擎来做转换。第一个最好用的就是 ColorFront， 第二个呢是 BBC LUT， 第三个呢你甚至可以用自己定一个33点的 3D LUT 作为自己转换，甚至可以利用 FSCR 动态用第三方的系统呢来做到实时调整的 LUT 到你满意为止。使用 ColorFront 的引擎的优势是什么呢？ ColorFront 有30多年的对颜色科学方面的研究，它对这方面研究非常非常深啊，好莱坞的大概80%多的市场呢的 DIP 都是由他们在做，所以他们对颜色呢非常非常的认识非常深。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呢，他们是基于人类眼睛视觉来开发的非线性演算法，他们是以标准是人眼看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作为演算法，就非常，所以呢看出来的转换效果呢就非常非常自然，就能以此呢提供最佳最自然的颜色转换效果，就能够充分保留原来的创作意图。所以当你拍摄当下的时候呢，你怎么打那个灯，你要那暗部细节怎么拖出来呢，当你经过任何转换之后，下来到观众在做最后看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去能把那个创作意图，其实他们的ColorFront 开发这个引擎的种子，再加上大致所有的，只是所有的主流的是那些 log 的时代看得到，在 SL3 vlog 系统可以支持。再加上呢，他们也开始支持包括 BT28 标准的支持了。等下我会再为大家使用的点啊讲解一下什么是 BT28 啊。这就是33点的 LUT。一个标准33点的了，你跟他说输入是什么，输出什么，是线性的，他就不理你，所以当然效果是有限的，对不对？然后 ColorFront 呢，就以视觉统一的模型来的，是用人脸来看的，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要用 ColorFront 的那个引擎来做转换的话，也可以用 BBC 的 LUT。 GBC LUT 呢，就经过 BBC
长年累积的十几年而得的效果，他们是卖出去的，谁都可以买，完了买下来放进产品里面。大家看得到，做那个也是，如果你 transform 你换成 B 站呢，就有这一些的做好的蜡在里面，你做了一点，我们也可以拿来作为引用在那个流程里面。这个呢，就完全符合 BT2408 标准的。然后呢，这个就是现行的33点的上低的那个演算法语，是非常那个进是什么出什么，是一个 table， 一个 table 做出来一个 spreadsheet， 非常简单。如果你不需要呢，你要用自己的蜡。如果你对颜色、对蜡一些方面研究有点深的话，你可以自己做蜡出来，然后把它蜡导出，就是 .cube 放 cube 的放，直接上传到我们的 FSCI 里面，同时可以上传10个蜡，你就可以跟他说，你用这个蜡来做怎么转换也行。你要自己的一个格式，你要自己的一个看，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演绎方法。比如说，我喜欢。如果拍 vlog， 我想用这种的颜色来呈现那个 vlog 的文件的话，你也可以做，就是这样子，这个意思吗？还有另外就是即时动态的33.3D 的调整，平时这些调整呢是非常深的一个高科技，大家要对这些蜡非常研究非常深才能做出来的。你要先把那视频先拍下来，暗部的、亮部的、室内的、室外的不一样的那些先拍下来，文件是放进你的电脑里面，然后在每一个做了每一个在演示，找一个中间点最好的才做到拉出来，会非常。你要对这些颜色认识非常深。第二，你的那个非常高的那个 CPU， 非常高 high power 的 CPU， 你还要当然要买那个软件的那个。你还要买个软件才做了这些蜡子演示出来，才能自己导出个蜡出来。然后利用这个方法呢，你就不用担心你这些4K 滤镜源呢，无论你的输入是 SDR 和 HDR Timelock 好，你同时间立刻及时就可以转出来。然后只是用个普通的电脑呢，加上第三方软件 Wonder Pro 和 Comfort Light Grid 呢，都一台网络，你立刻就可以调整那个蜡，然后立刻去看它的效果，就非常直接，非常非常简单。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原因，我们要做到的宗旨，把那些很复杂的那些功能尽量简化，让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然后你调整那个蜡呢，你还可以导出来，然后放进那个刚才那个自定义的蜡里面来用，非常非常简单哦。这就是4种不一样的方法。当你同时转换的时候呢，当然很多时候我面对其他客户，比如说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最重要的还要兼顾的就是那个高清700G的那个108050 SDR 的，那个才是他们现在还是最注重的，因为毕竟那个才是普罗大众的要看的地方，那个才是广告收入来源。所以你要如何同时兼顾呢？很简单，道具刚才的演示方法啊、哦。比如说现在我是用 SO 上来拍摄的话，我的 4K 5994的立刻转到去 4K 加5G， 大家看得到它输的是5994 4K， 输出也是 4K 5994，从本来你的 SO 3立刻转到去HLG， 那个是 SL3 以不正确显示来显示那个视频，这个经过转后的显示，这个是用普通电视来显示。刚才并不是跟 SDI 上进 SDI Monitor 输出吧，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SDI Monitor 输出呢还可以选不一样的曲线及色域，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就是显示这边，这是已经做到同时间 4K SO3 转到去 4K HLG， 再同时下转到高清709，就在一台机器里面同时达到两个功能。所以同样的以非常简化的方法为大家来怎么去建立一个 HDR 流程出来。
所以刚才说到在 FSS 里面是可以曲线是可以转换同时间是要转到高星七零九聚在一盘星里面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同时用 HDR 显示器呢你只有这个4K 显示器的话你怎么兼顾呢如果你要里面换那个系统的话就非常麻烦对不对你要说一换去高清啊这边一定要调了非常麻烦所以我们举一个方法叫 HDR Preview 一键就可以打开在现有情况之下呢立刻看到 4K 的情况之下呢立刻看到709一百年的环境是怎样的比如说大家听到我一按就看到分别了吗一个键而已可以通过我这边按或者通过这边也行这是 HDR Preview 这是关掉这就是 4K HLG 一打开就在 4K HLG 环境之下看709如何非常直接的简单就刚才说到 4K 转换之下一键就看一下那些环境之下预览 HDR 情况是如何刚才是非常简单的把所有任何不一样的视讯格式曲线全部先统一在里面然后在传输方面之后呢也可以选从 4K HLG 转去 HDR 709任何转换只要你自己知道你的格式什么你输出的格式要求是什么就立刻做得到了当我去编程的 code 的时候呢我也收到另外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辨别如果我不知道那视讯是什么时候我怎么会辨别如果辨别视讯的曲线呢是一个数呢到现在这个还有一个完美的绝对方法新地虽然在2017年18年呢添加了曲线 HLG PQS HDR 的曲线也和增加了2020设立的这两个的那个标志之下虽然添加了但没有完全这方面进行那个修改他们很快去发布 ST2108 然后这个呢才会再添加在 NGAD 里面包装先会携带 HDR 的静态甚至静态是动态的总体资料这样才能够完完全全传输那个 HDR 视讯才能完全自动侦测在什么现在还是不能所以在 HDR 情况之下呢你必须在每个流程都知道你自己本身要知道你的输入来源是什么这样才能正确你要先记下来你输出什么你要记下来跟下一方说这现在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只有在 HDMI 呢 HDMI 方面在 2.0A 呢就已经定义如何传输 HDR 的总体资料了虽然如此我们也在这方面在现在这个标准还没有完全做下之完全定下之下呢我们也为我们的产品添加尽可能添加让你的工作再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 FSSDR 呢如果你用 ColorFiles 的 BBC 那个转换的话只要你的输出是 SDR 的 PQ 呢在那个 SDR 输出上面呢是带有那个标志的只要你的下一个器材不认这个标志的话它立刻就会知道了如果你是用自己定义的 LAN 或者是动态 LAN 呢当然它 FSSDR 就不知道你输出是什么色域吧对不对你也可以自己选你的输出什么色域你的输出的是什么曲线两边也看得到同样的那个单位 LAN 也是一样你可以选你的输出色域什么输出曲线什么然后那个呢就在标志在那 SDI 的那个 NCDR 的外面里面了当然我们如果要录制和播放 HDR 要如何呢我们就好好利用我们这个我们的 Keyboard Plus 这 Keyboard Plus 呢是一个单录到 4K 60的录制机现在呢 ProRes 呢你已经可以把这些 HDR 标志在那文件里面所以如果你输入的来源是 HLG PQ 的话你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Config menu 呢打开你跟他说我输入了现在我要录制是 HLG 或者 PQ 这样子呢就根据这个调整呢把那个标志显示在那个 Press 文件里面
那把那个文件放在 FCPX 呢，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你立刻就看出来，去看你的 P3， 可以看到2020或者是 HLG 的 PQ 的这个标识在里面了。然后在输出方面呢，同样的，你用这同样的方法呢，你一打开呢，它那个 HDMI 输出呢，就带一个中介资料，就如这个电视一样的。我现在可以为大家演示一下哦。比如说现在我把这个录制机先停下来，然后我跟他说，那块背景里面呢，你看得到，把那个 HDMI 打开，我跟他说我现在是 SDR10 的曲线2020摄影的一个输出，所以呢是2020的曲线是 SDR10， 就是 PQSD2080 的。然后呢，我再播一个 PQ 的视频的话，它立刻就正确的显示了。比如说现在这个，同样道理呢，我要比如我这个 FSHDR 跟他说，我输出是2997，输出是5994，然后色域和曲线呢都是，进入是输入是 PQ， 输出是 HLG， 现在两个呢都是正确显示了。现在我就是在这边播出一个 PQ 的视频，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你说这是 PQ 的，他就用对他的曲线来呈现，所以现在这个是正确的。同时间也经过 FSSDR 转接 HLG， 利用我们的小盒子跟他说这个是 HLG 的，他用 HLG 的曲线来呈现的视频，所以现在两个都是正确的。这个呢，专业的显示器是靠手动的，他并没有靠中介资料的，跟他说我是在教具，所以现在看来这三个呢都是正确的。你可以看得到，打开的话，刚才是看不到 HDR 了吧？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是SC1080的 gamma， 这就是 PQ 曲线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正确的，哦，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多不一样的标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一定要处理，但只要明白那曲线呢格式什么，很简单，你可以做到你要做的事情。来，我继续说下去，这个只是录制和播放你哦。当然你录制下来之后的视频呢，你当然还是要剪接吧，还有后期处理吧，对不对？同样呢，你可以用我们这些 IO， 我们外部的有 IO4K Plus、 IOIP、 IO4K， 内部的有 QuantaN5、 QuantaN4、 QuantaIP， 这边这六个呢都可以在那 HDMI 输出呢跟他说我现在输的是 HLG。 当然如果你利用这样的显示器的话，你就不用担心SDI 直接接进来，然后我跟这个显示器说，我这边调，跟他说我现在这个是 HLG， 用 HLG 曲线来呈现就对了。但是这个是美金30000多吧，这台机器如果你这么多那些剪辑站的每一个都买一台的话，哦，那就不大可能蛮好看哦。所以你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三倍型的，比如说这个电视，甚至是Dell 啊，或者 HP 他们有做是 HDR 的电脑的显示器了，那个就可以用来 HDMI 输出。HDMI 输出跟他说我中介资料是 HLG 的，立刻就可以在直接来显示了，非常简单。如果你们注意到我们那个 textpad 里面呢，你们也看得到 IO4K QuantaN4 它那个 HDMI 接口呢，其实不是二点的，其实1.4而已。所以1.4带宽呢就是 10G， 只能传输 4K30。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要传输到中继资料的话非常简单，我们也在 HDMI 1.4 的情况之下，这个标那个音质之下呢，加上根据 2.0A 的标准那个曲线显示加上去，所以这是我们这对我们的客户的一个保证。客户的我们知道大家需要这回事情呢，也可以好好加上去里面。大概也是非常简单，只是用我们的那个驱动，你看得到的，因为 HDR mode， 你这边这个选是什么色域，然后这边选是什么曲线，立刻
其实刚才这个电视一样，你可能检测到就用对时间的显示了。当然如果你有 SDI 线，但是你只有 SDI 电视的话，无论是从 IOS Secure Plus 我们的 IOS 出来的话，或者是任何地方出来经过 远方传出来的 SDI 呢，你要去显示你要去监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我们的 HiFi 4K Plus HiFi 12G HiFi 4K Plus 呢就是 4.3G 搭 4K60 的， HiFi 12G 呢是单线 12G 也是搭 4K60 的，甚至是有光线输入，同时间呢就可以转到去 HDMI 2.0。 同样的道理，你打开用我们的 MiConfig 这个打开，跟他说这取的什么，它就显示了。我现在把它连接起来，可以看得到。现在呢，就这个 MiConfig 我已经直接是连到去这个 HiFi 50G 里面，然后就显在这边的。你看，如果现在我是 HLG 传进来，然后跟他说是 HLG 的，它就这个显示。但是如果跟他说我是 PQ 的话，它也会打开那个 HLG 曲那个 HDR 曲线，现在就是错误的显示了。虽然看起来好像可以接，好像对，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视讯本身呢是 HLG 的，但是用错的曲线来呈现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就知道其实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HLG 啊，屏幕这么多不一样的曲线，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只是不一样的标准而已。我们主要目的呢，是如何把这些复杂和不一样的标准呢，非常非常简化，非常像直觉的把你的流程简化起来来操作。那除了 HiFi 50G 和 HiFi 4K Plus 呢，我们还有 HA54K、HA52G， 那个是倒回来的，是 HDMI 转接 SDI 的。同样那个软件呢 MiConfig， 如果你接上 HDMI， 它立刻可以侦测到里面有没有带的中继资料，带什么色域，是什么曲线的，会非常简单，把让你来检测一下你的 HDMI 线里面是带有什么 HDR， 或者有没有 HDR， 还有什么 HDR 视讯的，非常非常简单。当然刚才那些只是在标准啊、曲线啊方面做呈现，正确去把那些设置配置好了就正确对了。但实际情况之下呢，当你做的时候呢，还有比较更深入的挑战。就刚才说了很多次的 BT2020 是用雷射技术做出来的，所以既然每一个屏幕每一个荧幕都会有不一样的显示范围的话，你怎么能确保每一个都看到的效果呢，对不对？就比如这个，他说如果你看那个 textback 的话，你看得到它是能支持100%的 P3 色域，但是2020色域呢它是没有标示的，我们知道只是覆盖范围70%多而已。市面上有其他产品其他品牌的，比如说 ESO、 T-Logic、 POSIM 那些呢，都是最多80%多的2020色域覆盖范围而已。所以虽然我做了这个2020色域我很满意了，但是我把这个放到去另外显示器的话，看起来就不一样哦，对不对？因为本来显示不到这个色域的话，我看不到呢，我就不知道，我看到 OK 啊，其实没问题啊。当你把这个视讯放在一个屏幕里面，那个是可以显示到的话，你看出来那个颜色跟这个区域不一样。这怎么保持一致呢？很多人就可以说，就算了啊，直接2020比7就好很多了，就不要理它。那不可能吧？你至少就有点少少的那个对你的颜色的要求会有点严重一点嘛。在电影和广告业方面呢，他们就有一种方法，就是虽然你的视讯你的那个标准输出呢是2020色域，但是呢把那个视讯的实际输出锁在709，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知道市面上的每一个显示器呢包括这些电视呢都能100%的显示那个709色域的，所以呢就确他们确实可以做到非常严谨的每一个环节的那个颜色呢都是一致的，从开始到完整。 HDR 的视讯2020标准输出，但是
把税率设在7.9%，这样就非常严谨，也做得非常好。但这样不是失去了2020税的意义吗？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取舍之间做个最好的方法。我们知道，至少那五台最高端的那个 HR 显示器呢，都可以支持100%批产税率，所以呢，你就可以视讯输出标准是2020税率，但是把实际输出锁在 P3， 不做709，也不做200，但只锁在 P3 而已。这样至少你可以在取舍之间做个最好的选择。那五至少那五台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接下去，你再比如说比较其他的低端的显示器上，哦，是什么效果呢？那去看那显示器本身的性能哦，一分钱一分货，越高越特的就越好的，就越正确的效果，对吧？但至少这个就会比709好很多，也不会比2020差别很大。意思就是说，输出那水桶是2020的，但是你不要装满，装到 P3 就好了，哦，很简单啊，明白了啊。但是我们要怎么确定你的输出？你们怎么确定你的输出虽然是2020，但是锁在 P3 税率呢？所以我们就提供了这个佩西亚里面三十，它尽量就可以实时分数分析达 4K60 的 HDR 时序，这个叫做 UI。等下我会回来为大家深入演示这个 HDR 里面三十。现在先简单的跟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接起来的，也是非常简单，视线三 G 达 4K60，同时还出到这个 monitor。你不要还出的话，你直接从你的源通过矩阵来显示边上也行。我现在是通过矩阵的，并没有通过这个传输。同时间在 display bar 输出呢，就有一个 4K USB 的用户界面来给你操作。这是看到的简单页面，大家看得到，这个你的示波，这边的色域，这是亮度的峰值，这是亮度的峰值，亮度的峰值，这个是色域的饱满度，这是视讯本身，那这边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工具在里面，待会我大家会深入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也可以把你的那些色域或者其中一个那工具呢，完全放大出来都行。当我们没开始演示那个 HDR Image Analyzer之前呢，我们也要探讨一下其他几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如果我把 HDR 转成 HDR 呢，可以完全如原生的 HDR 吗？这当然不可以吧，对不对？很多人说，既然我可以转换，我就不用拍了，我直接用我的高清转成 4K 上就算了吧，对不对？当然不行了，对不对？那虽然如此呢，其实还是相对的提升的。这个就是个其中一个原本史比特1940年。是一个月亮来的，是 NASA 拍下来的一个视讯源，但经过调光之后呢，大家看到那细节已经开始出来了。但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还是看你们自己要求。如果你是要求我把本来看到清洁的转换器 4K HLG 之下呢，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啊，这个就不好了，因为本来你视觉本来没有的细节完全出来了，或许当时你油条先在这边遮住了，因为暗嘛看不到，但是你变调光了之后就出来那线就不好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要把原本你那些 709SD 的那些视讯要把它稍微提升看起来更好看的话，这个就好就变得灰灰的。所以要怎么做呢？你用 BBC 那个就完全根据这个标准，你就可以好好利用的它的 Fine 的引擎，这个408的符合度呢你可以调的从 0.1到一千，从零到一，你可以调个中间点，不会太亮，也不会太灰，就算非常好效果了。我现在可以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哈。比如说，我这边可以播一个视讯，这个是已经经过转码的视讯来的，本来是 4K 的，但是变成高清30帧了，所以效果不是很好，看到很多噪点。但是因为是经过 S.264 的转码的，现在看得到你的那视讯是30帧的，我立刻同时上转到 4K，
所以看到4K 三十书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要改哦，因为我跟他说，我现在是输入是单路的，他说我输入是单路，不是四路的，就变成一个高清4K 了。因为当那个路基输出的时候呢，虽然是高清，但四路高清都会有输出的，他就以为错误，以为它是4K， 所以跟他说我们要高清。现在你看得到，现在是高清30的，然后呢，你的帧要换好，然后输出就选为4K60，同时间从你的709转去 HLG， 看到吧？高清30转到去4K60，同时间 SDR 转去 HLG。再看这个图表吗？这个还看了其实还好，因为这个并不是1000米的电视，这个才是完全1000米的。再看这图表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啊，就算好了。如果是太亮的话，有点太亮了，我觉得你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color front 这边，这个颜色方面呢，就根据那个2408的，你完全推到一呢，你就看得到，它是完全就沉下去了，本来很亮的呢，那个就变成有如你在110换的，这就是203米。BT2008 呢，就特别针对这个纯色，比如说图标、字幕这方面的转换。但或许你也觉得有点太灰了，你可以至少拍一半，根据你需要的选择，比平时亮一点，不会灰也不会太亮，你看你自己的所好哦。就看得到，针对每一个标准、每个转换方式的一个不同的曲线呢，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解决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只要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就知道了。当然还有很有更多的功能，大家我相信对 HDR 会对视讯里面有利用到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彩调了。你一开始做什么事情就会要做彩调，对不对？不过是 HDR 呢，怎么做彩调呢？我们 FSHDR 呢，也同时也提供了 HDR 的彩调，非常非常简单。有 PQ、Full Range、Intermediate Range， 甚至 HLG 的都有。你看这边，你看得到 Fashionary 的，可能说我要是 HLG 的，然后你打开，这个是 HLG 的彩调 ，HLG 旗舰，这个1000。利用这个呢，你就可以先开始把这个彩条传输出去，保持每一个环节看起来呢都是相对一样的。怎么去确保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Imagelizer 来分析，对不对？你就可以至少一致性呢，先把简单颜色大概都调到相对的程度下，就做得很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演示我们的 Image Analyzer。但还没演示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所使用的案例。第一呢，在2017年10月的时候，我就说电话说，广东电视台它要在2017年12月1号开始传播4K的教具，就叫了厂商，所有市面上所有的厂商来去。那些 HDR 转换的器材来做一个 PK 站，怎么就是因为这个利用 Color Front 的转换效果呢，出来是最自然的，最自然而然的，再加上很非常容易控制，再加上它那个很多很多方面的接口，如什么 log 式都可以，所以因为这些这么多的好处呢，他们就非常认定了 FSHDR， 利用 FSHDR 做这种的转换，一开始就是。从 HLG 下转到 SDR1080i 来做预览，他们知道在任何环境之下呢，虽然做 4K HLG 呢，他们同时还是要兼顾这个 SDR1080i50 的，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他们先会先看一下效果如何，
当初传输时候呢，用同样器材、同样的参数，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当然，同样道理，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那么多世界上的素材和语言识别源，他们就用也是同样用 FSSDR， 先把这些不是 HLG 的，甚至是高清的上传到高清 4K HLG 来传输出去了。这个是我们两个用到最广泛的方法。然后三个案例呢是在马来西亚，这非常有趣的案例。我是收到电话之后，他们跟我说，我有接到收到一个 4K 的视讯，我要把它转成去 4K HLG 录下来，可以吗？哦，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当我去到当时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他那4K 视讯呢，用四个 HD 卫星接收器来接收的，再加上是不同步的，一个 HD 卫星接收器呢，转接一个格而已。他之前 FSSDI 呢，他还是直接四个接起来的 Harmonix Recorder 把它缝起来，再连起来，再录下来，非常非常一个不大 efficient 的一个工作流程。我在想要怎么做呢？倒不如我们去把 FSSDI 转接四通道模式吧。现在可以为大家演示一下。现在我录另一台的那个广播器，现在另一台那个 keyboard bus 来播。比如说我播这个是 4K 的，大家看到是 4K 5994的，然后我跟他说我的输入源呢并不是本来那个 12G， 是我一道式的 quad link， 因为我们直接从这边这四线3G 呢四线3G 直接接进来这个 FSSDI 了。当然我们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个从单通道模式呢换成四通道模式，这个模式呢是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重启的，大概需要一分钟时间吧。大家看得到呢，无论是任何环境之下，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操作方法，这看你怎么去好好利用而已。无论是什么格式 Locus 或者是高清 4K 4K 高清，怎样转换都好呢，你可以好好利用 FSSDI 来做转换。现在我们先大家让它重启一下咯，大概需要不到一分钟时间了，差不多也好了。差不多好了，所以看到现在是四通道模式的，有四个引擎在里面 ，video 一二三四，所以每一个呢都是5994的输入，然后先跟他说我的输出也是5994的，然后看得到格式上面是没有转换，但是呢每一个呢都是709转709，我就先跟他说第一个呢的颜色从 SDR 转去 HLG， 第三个呢也是从SDR 转去 HLG， 所以呢现在只有那四个有显示出来而已。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输出呢只是一个 12G 的，我们并没有接那4线 3G， 所以看不到那效果。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其实是在左跟右下面呢是变成现在是看不到啊，只是我们演示一下，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呢，虽然是四个不同步的高清，你可以把它缝成为 4K， 再加上呢个别的引擎之下呢，你还可以加入延迟delay， 这边你看到这边有个 delay 的那个 timing， 所以还可以个别把那延迟拉下。所以虽然他们在四个环境之下四个格，有时虽然同步了，但其中一个还比其他三个慢了一整，我就延迟其他三个的格，把它时间校正起来，再把它录下去。现在这个我们还没完全看到的效果，但如果需要有需要，大家我明天把那个线接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当然这个是在没有办法之下的最好办法哦，自己看到。可以好利用怎么这个四通道的模式呢，就算四通模式四通高清呢可以做那个 4K 的转换。
保之下呢，还有很多地方呢都买了多胎的 FSC 啊，主要是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买了这个 FSC 啊呢，就如个瑞士军刀一样，无论什么三 G 好、六 G 好、十二 G 好、大连好、双线好、四线好、SLG、PQ 什么都行 ，AES 加线、解线都可以用 FSC 来做转换。你想得到的几乎都已经在里面，同时不包含在就在 ERU 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得到了。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这就是意大利的贝塔米亚买了24台的 FSC 啊。另外呢 ，CBC 德国呢也在2018年4月的那个 Formula One 的赛车，他们也买了 FSC 来做测试。然后除了 FSC 呢，我们的 Image 来上也开始推出市场了。那些比较专业的这两个公司叫 Mystery Box 呢，就用了 Image Analyzer 来准确的 HR 制作和最终的 HR 模带制作。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其实你们一早上一开看那些视频呢，那些 Reload 都是 Mystery Box 提供出来的。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 Arsenal FX Color， 他们做了很多电视方面的调光调色。大家知道，如果你们有 Netflix account 的话，就比如说你 Netflix account， 你买这台电视，你立刻就可以看得到 HDR 视频了。他们也是特别针对这些传输们来做出那个 HDR 制作的。OK， 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深入的直接操作这个 HDR image 来做演示。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不要客气哦。如果对什么这些标准啊、格式啊，任何问题都行，大家可以不妨提出来一下。因为大家既然都来到这方面，经过这方面的这么多方的联动起来搞这个研讨会的话，大家我也希望大家会问到点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吗？不要客气哦，大家不要客气哦，欢迎大家就是趁这个机会赶快提问问题。好，这边有。我请问一下，你做这台 HDR 的，你们来的是到底为什么？是要取代示波器，还是说干嘛看 HDR 的浓度、暗度？不是？你设计这一台的原因是从哪里的当起点？再来是。事实上市面上也有相同 HDR 的示波器，它是否也可以跟你做相同的功能？哦，不一样的。市面上的其他示波器呢，他们本来传统上呢，他们是对讯号的强弱啊、眼图啊那些方面的标准验证比较多，他们只是后来添加了一些示波器给你看而已，比较简单，这个就不一样。这个非常非常深入的为你提供 HDR 的，不单是示波、矢量图、脂肪图，还有很多。大家等一下你就看到里面会有不一样的什么操作方法，还有不一样的什么功能。除此方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吗？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小休大5到10分钟，我们待会来我们可以立刻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HDR image 来这了。好，那大家现在可以休息5到10分钟，我们后面有那个小。